末将正在部署手上的计划，看来我们要做好抵御简宁王随时攻城的准备了。以宋将军之见，简宁王何时会攻城？末将以为，简宁王少了吴谦这个内应，不知徽州城虚实，必不敢贸然攻城。但是，时间不会太久。不错，若大王率兵在此，他定会主动出兵。 如果我们一直按兵不动，很快便会露了马脚。穆连已经按照王妃的计策，把豫章王的帅旗插在城楼上，驻军大营增加炊烟，造成有大军入城的假象。可即便这样，怀仁认为也拖不了多久。一场鏖战，在所难免。锦儿，你先起来吧。 你若是真的爱紫檀，心里一定清楚，紫檀对王勋的感情纠缠，会害了他一生。请太子妃明示，锦儿该怎么做。霓裳，是。 我已给紫檀喝下一枚，而这一枚见到王轩，让他喝下。敢为太子妃，此物可伤身。锦儿自幼伴随郡主一起长大。 郡主对锦儿来说，就像亲姐姐一样。我坚信，大王定会率兵前来营救。可是王妃，就算大王已经接到信报，日夜赶到徽州城，也需要6日。无论怎样，守住城池，等候大王来援。王妃放心，就算不行。 怀恩也会护送王妃从水路离开的。我不走。王妃，怀恩有命在身，绝不允许王妃涉险的。宋将军，你只需全力守城，至于是留是走，我自有分寸。王妃，战场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随大王身经百战，遇战况危机时，你们可曾临阵逃脱过？ 当然不曾，但是王妃与我等不同啊。如果大王在此，他可会抛下你们独自逃离。可他是大王，你是豫章王妃。正因为我是豫章王妃，才应该与大王麾下的将士们共同进退。 此物只伤情不伤身，你放心吧。一旦事成，我保你做紫檀的侧妃。其实我从来不妄想那些，我只求三皇子殿下能平平安安的，只要为了三皇子殿下。 锦儿什么都愿意做。
就好。 你先回吧。是。 这小姐果真进了徽州城啊！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实则虚旨，虚则实旨，此乃用兵之道。那我们攻还是不攻？不攻？不攻怎么能够知道徽州城里的虚实呢？传我将令，明日听我号令，强攻徽州城。是，属下告退。 翻身，发现你不在身边。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睡不着了。我听你刚刚在唤阿武，臣妾担心阿武在徽州遇险，不觉唤出声来。 是啊，希望阿武平平安安的，千万不要有事儿。妾身以凤王妃之命，派人清点了城中粮仓，发现所储粮草竟没坏了许多。大敌当前，粮草竟发霉了。除了发霉的。 还有多少剩余？尚可供守城将士半月所需。刚才巡视的时候，我就发现，城中许多百姓家中无粮，饥饿不堪。若是再将粮草分给百姓，只怕撑不过五日。那就把官粮分一半给百姓。请你告诉他们，只要我们有的吃。 就不会饿着百姓。是。王妃，前去打探的哨兵回报，简宁王的叛军正在赶造云梯。看来他们打算攻城了。若简宁王大举攻城，以我们的兵力能撑多久？宁守军徽州军加上王室暗卫，不足简宁王大军的一成。 你只管告诉我，若真开战，我们能撑几日？不足两日。如此看来，现在只有一计可施，让简宁王相信豫章王此刻就在徽州。如此，他会有所忌惮。 或许能缓兵几日。不要紧啊，都有份。谢谢王妃。谢谢。站住！没有令牌，不得擅闯。 闪开！你可知道我们后面是谁吗？我们要见王妃，是谁都没有用。何人喧闹？报！启禀王妃，门外有不明身份的人，说是京城来的，非要见王妃。
许久未见，你可还好？你瘦了，不过半载，好像过了半生。你怎会在此？自你徽州被劫，我就四处找你。后来又听闻你在徽州遇到病变，我才连夜从京城赶来。阿武，简宁王现在大军就在城外，徽州不保了。若叛军要攻城，你定会有生命之危。跟我走吧。跟你走？去哪里？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的地方。抛下王谢恩怨，抛下皇族，抛下萧齐。大战在即，你竟能说出如此不敬之言？你忘了，我是豫章王妃，我怎能随你而去？你本不该是豫章王妃。我也不管此刻你是谁，你就是我的阿武，我还是你的子弹。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谁也不能再将我俩分开。时过境迁，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我努力的要找回当初的阿武，回到我们分别的那一日。你还敢提分别的那一日？自从你失约的那一夜开始，所有的一切就都改变了。那一日我并未失约，是你未等到我来。错过一步，就是错过一生。现如今，我与萧齐早已经历生死，我与他同心同意。这豫章王妃早已不是一个头衔，在我心里，我已经是豫章王的女人了。你这么说，是为了怕皇后殿下和萧齐伤害我？是为了气我，对吗？阿武，我们已经错过一次，我不能再失去你。跟我走吧，跟我走。我们去过我们想要过的生活，我们浪迹天涯，我们逍遥自在。阿武，我早已不是你的阿武。你也不是我的子弹哥，请你立足当下。你若愿意留下来助我，帮。
王炫感激不尽。若你还是执迷不悟，你不如现在就走。我不想让众人知晓此事，毁了你皇子的名声。毁了我皇子的名声，我连我自己心爱的女人都留不住，我这名声还有什么意义？阿武，你一定要跟我走。你看看眼前这些无辜的百姓，你难道忍心弃他们而不顾吗？诸位乡亲，这位是三皇子殿下，他专程从京城赶来与我们一起守徽州，请大家放心，有三皇子殿下在，徽州一定守得住。这是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拜见三皇子殿下。参见王妃，参见三皇子殿下。宋将军，怎么了？叛军已在南门集结，看来要攻城了。事情，你们现在出去，定是有去无回。我去会会简宁王。准备攻城！攻城！
王轩拜见简宁王。原来是阿武啊，豫章王好福气啊，王妃临危不惧，替夫挡兵。我不知道你那赫赫有名的夫君豫章王为何在这个时候让一个弱女子在两军阵前抛头露面。不瞒你说，豫章王早就按捺不住要铲除叛军，若不是我阻拦，此地早就是刀光剑影，硝烟四起了。人们都说豫章王是战神，可他这个时候躲到哪儿去了？那灭六盘征呼兰的威风又去哪儿了？恐怕这个豫章王现在不在城中吧。阿武啊，你这雕虫小技岂能瞒得了我？你说豫章王威风不在，王轩倒有疑问。冒天下之大不韪，犯上作乱，难道就是你简宁王的威风所在吗？犯上作乱，当初这个皇位就应该是我做，如今皇帝半死不活，皇权又落在奸臣王令手中，我这是在拨乱反正。简宁王，你以为赢得战场和朝廷就赢得了天下吗？你难道不懂赢民心者赢天下这个道理？简宁王，王轩恳请你缓兵一日，让我转移百姓远离沙场，以免战火殃及无辜。既然你的夫君一味效忠这腐败的朝廷，你我在此多说无益，我倒想在此和他一决高下，看一看谁才是大成真正的战神。简宁王，只是缓兵一日，你便不会与城中百姓为敌，王轩还望你三思。军令如山，不能收回。那就请你的千万铁骑从王轩的身上踏过。情况如何？穆夫人，城中百姓需要立即转移，无处可去的，还请你帮忙牵制刺史府。是。玉秀在，你帮一下穆夫人。是，王妃。好险，终于争取到了一日的时间。多缓一日又有何用？是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叛军攻破，京城便会落入敌手。我王轩虽是一介女子，但在战乱之时也不会贪生怕死，明日必会有一场鏖战，我誓死会守卫徽州。兄弟们，王妃不惧战火，死守危城，我等何以为报？誓死守城，保卫徽州。誓死守城，保卫徽州。道长，皇帝的头疼病又犯了，今日的丹药已经用完了。小的奉命前来再取一颗。金云道长生来天聋地哑，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
家主，如今简宁王造反，天下已乱。我若再不动手，便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你在丹药中下的毒，几时可大功效？回禀家主，皇帝现如今一日三四粒丹药方能解痛，照此下去，不出半年便会驾鹤西去。我要三个月。 有结果，可是，家主，欲速则不达，若是这样，会更容易让别人发现的。我说了，三个月便要结果。是，家主。 陛下，哎呀，真头疼死了，药来了，药，真头疼，水呀，快点儿，陛下，水慢点。 丞相那日说，阿武很快就会回到京城。若是阿武他回来了，定会即刻来见我。可一晃这么多天过去了，怎么还没动静？我心里总是惶恐不安，担心他会出什么事。赵公主，王妃吉人自有天相，上次徽州被劫，如此危急。 他都安然无恙，你要相信，王妃有列祖列宗和佛祖的保佑，定能平安无恙。嗯，王妃，您今天累坏了吧？您怎么坐这儿呢？我想休息一会儿。 玉秀去准备晚膳，不用。一个时辰以后叫醒我。是。婢子玉秀拜见三皇子殿下。 王妃这几日太累了，都没睡过一个好觉，这才刚刚回来歇下。让她歇息吧。是。
全城戒备，全城备战。是。全城备战，全城备战，全城备战。大王，到时辰了。即刻攻城！攻城！注意隐蔽！隐蔽！准备，收！
随我来。来，快一点，小心啊。来，这边帮忙拿一下。王妃，惠州城百姓已全部带到，那边已无剩余之人。太好了，你再派人统计一下各家人数，看看有没有丢失的人口。还有，你召集一下女眷们，让他们帮忙一起救助伤员。是。玉秀，在，赶快准备粥粮，分发给百姓们吃。是。王妃，我们怎么办呀？是啊，王妃，是啊，我们怎么办？你们赶快带着百姓随我来。大家都别慌，此处有食物，我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安顿好大家。请你们相信，宁朔军战无不胜，将士们誓死会保卫徽州城的，请大家相信，豫章王的大军马上就到了。大家听我说，王妃保护我们百姓不遭叛军残害，还把官粮发给我们，我们也该为王妃尽一臂之力。身强体壮的跟我助王妃守城去。走，守城去。走，守城。庞贵，大家都跟我来吧。这边可有大王的消息？还没有。
们在相约于春秋冬夏。